对于你来说，其实27岁也不算特别年轻的运动员了。你自己这个体能在这过程中有没有出现比较困难的时刻？啊，其实，在当天的一晚三枪的时候，其实因为人在这个兴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特别感觉，那游就游了。但是当游完之后，那天晚上其实我是没有睡着的，因为有点累过头了，就是。嗯。然后第二天的下午200米自由泳其实非常艰苦的，对我来说。嗯。那这个过程中怎么去调整自己？之前的比赛也一直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是还有包括训练里也是，就是说很累了，然后中午睡不着或者晚上睡不着，然后也是通过在平时的训练中慢慢去适应这样的感觉，然后从而在身体还有心理两方面都是有了这样子的经验，然后在比赛中自然而然也就没有问题了。